终于要到大结局了，虽然大家都已经知道大结局是什么，但是我还不知道，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结局。知道的就不要剧透了啊，不知道的就一起来看一下。蹦，蹦上去的时候要按一下一键啊，按一下一键，然后就这边还发现了一只粉色的奥皮拉，然后有只小粉奥皮拉就坐到他身上去了。这边按了一下开关之后，哎。啊，什么情况？ Okay. 嗯？ Bird riding is a new one. 我们又遇到了水母哥， so、有点卡顿。电脑实在是太烂了，没办法。Oh, I know. Someone has given you false hope. 哦，他把红斑斑给抓起来了。什么情况？果然水母哥才是最强的啊！哎呀，卡顿，卡的有点厉害啊！等一下，我玩的时候没有这么卡的，应该是录屏的原因，因为电脑的配置太低了，所以玩起来还没问题，但是加上录屏的话，它录出来的效果就有点卡顿了。实际上我不应该左右晃，左右晃的时候会加大电脑的一个负担。怎么回事？红色斑斑怎么不见了？什么情况？按 W 加速，按 S 减速，这是要干嘛？在预告里面是看红色斑斑来抓我们。哎，墙上有那个提示，哦，没看清楚。哎，等一下啊，粉色奥皮拉也在跑。哎，啊，啊，妈耶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妈耶，怎么就没了？等一下，刚才有提示，我们要再看一下。哦，红色眼睛，我们看一下，应该是让粉色奥皮拉跟我一起跑吧，就是我们要一起过线。哎呀，看看，果然是一起过线。对了，应该就是这样，就是我不能把粉色奥皮拉就是甩开它，甩得太远，甩得太远的话，我们就相当于是失败了，是吧？你看，但是这条路很长哎，我还要随时跟它保持平行的状态。哎，红斑斑它移动的速度这么慢，我们速度直接甩开它了，应该快到了吧？稍微慢一点。让粉色奥皮拉跑快一点点。哎，哎，哎，不对呀，出什么问题了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不是一直跑得挺好的吗？我确信我刚才是在跟粉色奥皮拉并排跑啊。又重新开始，刚才跑了那么久，那是规则不对吧？看一下，是对的呀。哎，等一下，哦，明白了，粉色灯光就让粉色奥皮拉去冲线，然后遇到蓝色灯光的时候就要我自己去冲线。原来是这样，所以哦，是蓝色灯光，所以我就要超过粉色奥皮拉。哎呦，好险啊！幸好我跑得比他快那么一点点。又是蓝色，对吧？所以我冲线。哎，我天哪，真的有点
有点服气啊。如果我一开始就看到墙上的那个提示的话，就不会失败两次了。还好四不过三，还行，那应该没什么难度了。我们看啊，冲线成功的话，它这边的灯光颜色也会变成绿色，绿色代表安全是吧。然后这边我又要停下来，哎呦好险哦，这个关卡还是设计的蛮有巧妙的，这个关卡设计还是蛮巧妙的。就是你们发现没有，这个粉丝奥皮拉有时候它会自己减速，哎呦没减速，我要加速，怎么还没到这边，还没完，我要慢下来慢下来慢下来啊，还没完。但是红色斑斑完全就不是威胁啊。哎结束了，这是到了哪里啊？哎他怎么跑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You can run away, but the smell of your pancreas. 最终是跑不掉的。嗯？什么情况？巨无霸？巨无霸干嘛？哎，我怎么跑到楼上来了？哎，这红斑斑还挺嚣张的。哎呦，我也好惨，直接被打瘪了，直接被打瘪了。哦，没有瘪，没有变成纸片人。啊？水母哥这是从哪里绕过来的？他在调和。啊，你们不要在。哎，巨无霸有点，那巨无霸是个平头哥啊，而且是，等一下，啊，你，哎呦好黑，我是蛮想跳下去啊，但是我觉得跳下去好像有点作死的嫌疑啊。下次再跳吧，下次再跳。我们先通关吧，先通关吧。毕竟刚才经过一系列的赛跑的时候，我感觉就是消耗了许多的精力啊。哎，这是哪里？啊？要么找第四章的任务，要么找长鼠警长，还要找一个 Kingdom。Kingdom 是谁啊？啊？小奥皮拉，小奥皮拉，你不跟你的爸爸妈妈一起走吗？这边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绕吗？我想测试一下能不能跟第一章一样的，我们就站在电梯上面。但是明显的在第二章里面都修复了，这第三章里面就更加注意了这个 bug 吧，应该是跳不下来的。然后呢黑屏了，哦结束了，游戏结束了。好吧，请在这里列出你想要的结局。这个是粉丝福利吗？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这里面去找一下第四章的结局？